所以说，大节日真的不要上来云顶。就是我们来到了云顶，现在去吃东西。上车的途中我已经是晕了一趟，我不懂是什么，很久没有坐车的关系还是怎样，我晕车。公车，然后买三个炸鸡，然后我们要去买那个吃货，买了奶茶，有八宝鸡，一个星期就喝了。Party time！ 王者荣耀。Oh my god！ 谁还没有 add 我们 Snapchat 的来 add 一下哈？来，那拿起你们的手机。scan 这个东西啊，你要拍照才可以的。哦，叫你们拍照吧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来，我们这是我的，这是他的，这个就是他本尊。Hello， 噔噔，看我们买的什么东西。对啊，就是这个。哎，买的。给我拍先，我要很 grand 麻将麻将这样子。哈，再来，噔噔，很废。就是这个啦，不用电的，不用火的锅，火锅。然后这是什么口味？其实有咸吗？也没有说什么吧。不懂它是不是过期哦？为什么？Modified date 啦，才刚出的东西，那肯定会过期。就是我得说哟。就是这个，哎呀，我的 game 死掉了，算了，不要管它。就是这个，对了，今晚我们就是要吃。在这边吃，在云顶打打边炉还真的是没有试过，没楼噶，所以要看我们开箱这个东西的话，留守我们的另外一个影片，耶、yeah!。排到很整齐，来给我拍一下。我吃了，还要排到这样整齐，有没有需要、啊？等下我要喘息伸过来。这样子。报告，我们包你屁股啊，包。Super Hero 的 The Restaurant。餐厅来的哦，有那种 Batman Superman 的 cake， 看多了那个。走呗，你知道我每次排到我就是到这里。我来够拿高的嘛。难看，你这样子啊。哈可以这样子啊，这样子、啊。很好，我就这样子拍你好不好？就这样决定。我觉得你不错啊。很好。
好看哦。哎呦，哎呦呦，哎呦呦，三 people shopping 哦。什么来？开心吗？去学校用的。没事。你就好了。OK， 刚刚完成了我们这一个不插电火锅的，很辣，其实真的是好吃啦。我们不是说什么啦，然后也不是这个 video 也不是被 sponsor 的啦，没有在讲什么啦，真的是好吃啦。然后时间也不早了，所以现在就晚安，晚安，啊，睡觉了，拜。我们明天再继续。Good morning. Good morning. 我很饿。那是他老公的咖啡。地雷学的很多面呢。饿到脸都变样子了，像那个脸臭到哪来啊？吃啊！哎呀，我们两个都还没有来。Nothing, nothing. Eat first, eat first, 快点哈。Yeah. Bring, bring.So hot. What does the fox say? Bye bye. Bye bye.这样的日子真的不适合来这样多人的地方，太多人了，只是 escalator 罢了，都是满到一个点，所以还是乖乖回来我们打王者荣耀比较好。打王者，好啦，拜拜大家，我们要顺便聊啦，这样子我们就 end 了我们的 three days to night 一个顶，下次见，拜拜拜。Oh my god. Oh my god. My god, I'll tell you, my man.